在如今韩国娱乐圈呢，歌手去演戏特别正常。这次这个韩国人气组合 M-BLACK 的成员天栋和申浩也加入了演员的行列，出演音乐剧《月夜》。是的，音乐剧呢也算是跟歌手身份是有关系的。咱们娱乐新天地的记者呢就去参加了这部音乐剧的制作发布会，两位主演的表现怎样？去看一下。三西森在日本，안녕하세요。我今天来到的地方就是由 M-BLACK 成员天栋和申浩一起出演的音乐剧《Moonlight》的制作发表会现场。在当天的发布会现场，申浩和天栋以及其他演员一同来到现场，有说有笑。不过当面对镜头时，还是非常认真地向中国的观众们打起了招呼。中国에계신상해시청자여러분들세안녕하세요 M-BLACK 의승호천동입니다。和在中国观众打好招呼后，申浩也煞有介事地介绍起这部音乐剧起来，这广告做的完全停不下来啊。네저희가이제이보시면 Moonlight 라는 K-POP 댄스뮤지컬이라는작품을하게되었는데요정말다른뮤지컬과다른연기와노래가아닌정말또연기와춤또새로운장르로그리고또저희대선배님들의 K-POP 의시초죠面对申浩如此滔滔不绝的自我宣传，似乎把一旁的天栋的词也给说光了。最后天栋却沦落到无话可说的地步了。정말감회가새롭고영광이라고생각하고열심히하고있습니다그렇습니다열심히같이하고있습니다这也太能说了。原本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申浩，在宣传这部剧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哦。这波在说完韩国方面的演出，竟然还把广告做到了中国，还和粉丝约定将要来中国表演。努力하겠고요한국에서도사랑을받게되면중국이나뭐해외로도저희가한번꼭찾아뵙도록약속드리면서이상 M-BLACK 승호천둥이었습니다둘셋감사합니다娱乐新天地申浩你太会抢戏了韩国采访报道